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我是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篮球队的队员，打的位置是得分后卫。平常的兴趣是游泳，还有看电影。你知道吗？我打的位置跟林书豪一样是后卫，这个位置需要大量的奔跑，所以我都会穿我腿上这双压力袜来减轻我的负担。